大家好，今天是七月一号，星期五，天气呢，是一个晴天，今天呢，看起来呢，艳阳高照日子，可能也是巡视一下农场呢，然后割割草，就算一把这一天给交代过去。那这边呢，其实在三季的岁月生活里面呢，其实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大家牢记的，也就是说你在垦荒的过程里面一定要注意很多的细节，那这些细节呢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居住的安全。那在我的对山呢上面呢，昨天发生了瘫荒，那我给各位看一下，这可能拍的不会很理想，但也是告诉大家呢，它瘫荒的过程里面，你就会发觉，这就是人们的贪婪啊。所谓贪婪就是，你不能太靠近边坡，而且你对边坡的植被呢，要比一般的植被来得更加谨慎小心。那我的这个远方的这个邻居呢，其实他就忽略了这个。那我可以理解，这可能是刚入住的新住民才会有这么不懂事的做法。啊，当然这也是北部人呢，啊本身对土地的利用呢，他想做到百分百，他没有好好的去审视一下。其实土地呢并不需要百分百，够用就好了。好了，这是题外话，因为有了瘫荒呢，顺便告诉大家，在垦荒的过程里面其实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否则连自己的生命财产都会有问题。 OK， 我们继续，还是其实咱们家的农场比较重要吧，顺便有空的话呢再来割割草。好了，走了。这是我们实验菜园子的东边，这边可以很明显化解我们家的这个黄公菜呢，昨天泥土才采收，今天叶子又变得好大一片，所以它还是需要阳光，有足够的阳光才有办法。然后火手瓜呢，你就会发觉它其实阳光没有的话，它就会长得非常差，那有阳光的地方呢，看起来它长得还算不错，反正最主要还是在阳光上面打转咯。这个小小的南瓜呢，追踪了几天以后确定它应该不行了，也就是他可能没办法结成南瓜了，那这个应该可以放弃了。 OK， 这是我们南瓜的追踪，到这边呢告一个段落。那丝瓜的部分呢，我们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新的果结出来。那今天这一个由我要来把它采收了，蛮胖的，太老就不太好吃，还是年轻一点就把它宰来吃会好一点。这是我们家的丝瓜，看起来今天好像没有需要套袋的样子，因为没有看到母花有开，最近呢可能雨水也多了点，所以母花呢可能都黄理好了，所以可能没有新的丝瓜可以套袋。好了，那我们今天还是来采收丝瓜的再说吧，没有就没有吧，等它下一次有我们再行李吧，因为今天看起来是没有即将开花的母花可以来套袋。 OK， 好了，这是咱们的丝瓜圃了。这是我们实验菜园子西边的秋葵，它也终于开出今年的第一朵花。秋葵呢，因为日照可能不太好，
所以生长的速度稍微慢一点，但是也好，慢慢来，不用急，因为毕竟蔬菜这个东西呢，现在叶菜类是不容易生长，但是这种瓜果类还不错。看起来今天又多了一个苦瓜，这边又发现了一个新的苦瓜，那等一下也跟它套个袋。现在已经有三个了，今天我等一下再找找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母花正在开的啊？因为这要找到母花，也真的是有点难度啊，因为公花跟母花长得其实还蛮像的，都是开小黄花，所以你看到小黄花不代表它就是公花，也不见得是母花，所以要再细看一下。那当然这也是乐趣啊，让自己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就可以忘掉很多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也可以不用想那么多这是我们家的苦瓜。 OK，那我们现在赶紧把它这个发现的第三颗把它给套袋咯。昨天没采收的小黄瓜今天一定要采收了，因为长得太胖了再不采收可能就会把我袋子给撑破了，所以把这些该采收的还是采收一下。那番茄的部分呢我想变红的该采收也要采收免得呢太久了又烂掉，这也是挺麻烦的。 OK， 这是我们家的番茄跟小黄瓜，我们赶紧来采收，顺便看看有没有需要套袋的再帮它套套袋了。 OK， 这是昨天下午割的一些小成果这个斜坡已经割完了，那这样的整个后山区域就算割得差不多了。那今天呢还是用牛筋绳沿着庭院的所有步道到果园区的步道整个稍微先打一次，那这样的话呢我下次要割草皮的时候就比较轻松又愉快了。好了，这是我们昨天的战果，那希望你会喜欢咯，我们今天还要再继续努力咯。对，这是我们家的爆蛋母鸡，有时候我都怀疑它到底能不能孵出小鸡来，因为今天是它预产期的最后一天，可是它并没有看到有小鸡出生的样子，现在看起来是还有三颗蛋，但是我也不抱任何的期盼，反正随它高兴吧，这是我们家的爆蛋母鸡。那今天算是我最后一天追踪它了，因为已经追踪了21天了。OK， 这是我们的爆蛋母鸡喽。